兄弟们，久违的整活改枪篇来了，还是熟悉的活，互相给对方改枪，没有限制，子弹和弹夹也是对方带。本期游戏视频《逃离塔科夫组队整活篇》。我现在改的这把枪名为 SIG MC X 300口径的子弹，子弹威力没得说，但冷是真的冷门，数据各方面的还算不错，就是我个人感觉手感不怎么样，玩的人也少，所以就决定拿这把枪给队友整活了。改装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，装备了一个握把，很垃圾的，还有60发弹鼓，然后没有任何枪口配件，就直接拿枪管打，后托也不装，就凭这两点，这把枪后坐力直接起飞。加上这把枪本身后坐力就比较高，然后在机匣盖上装了一个 AF34mm 的瞄准镜基座，但是不装备瞄准镜啊，让它只能用基座的洞凭感觉瞄准，而且还加了3个战术设备，一个配件是挡住瞄准视野的。最后为了积点德，我还是在瞄准镜导轨上装了一个阴间紧凑瞄具。好的，进入游戏，看看队友给我带来什么玩意。请追按摩器，好吧。队友给我带的枪太正常了，正常的让我觉得它不正常。大弹鼓的塞嘎霰弹枪，连续开火的话，确实是颈椎按摩器了。进入疗养院东楼，并没有遇到玩家，直到把东楼和中楼收完，前往西楼的时候遇到敌人了。哇，这香气我感觉都要融化了，红成这样。把门关了，换个弹，然后补一下状态。还有一个敌人，不管了，整活嘛，奢侈一点，直接炸一个绿针和吗啡。血量瞬间回满。直接拉出去干！我操，好猛的火力！直接被秒了，这波打得有点呆，我还以为敌人不敢冲就没跑，没想到是个猛男。第二回合选择的枪械是一把马克16，我把后托减后座的配件全下了，就是让后座高一点，但是装备了一个斜握和3个战术设备，毕竟上把队友都这么舍不得整我了，我就温柔一点吧。所有把枪口全下了，还装备了一个超级阴间瞄准镜和经典100发大弹鼓，我当人了，我装的。OK， 进入游戏，看看队友给我带来什么枪。我操，心脏骤停，这他妈是人能改出来的枪？后坐力极高的 SA58 配备50发弹鼓，最主要的是他没有装备任何枪口配件和后托，倒是这个瞄准镜和瞄准导轨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还有这两大灯跟两眼睛似的，兄弟们欣赏一下，这什么硬件玩意儿，完全不当人了。看来我还是太温柔太年轻了。哇，你这也够硬件的呀！这个也不没有太硬件了，对吧？那么不多背背，冲奶量院。跳到底下去了，跳楼下去。到哪了呀？
哇，这个后座要是个现实，估计手都挣脱臼了。得亏刚才是近距离作战，不过这个热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，S12 超大口径枪械，后坐力也是大的飞起。这一波对枪属于是猛男对决了。整理好状态后，准备去钟楼啊，结果被蹲了。队友直接化身火力超人，掐准时间，敌人要换弹的时候，火速起身，用太阳神和火力压制对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方和敌方的火力交流了。武的用完后啊，开始用文的防身交流。在我交流的时候，队友被敌人偷袭凉凉了。God damn it! God fucking damn it! Just die already! Drop your weapons and give up! Do it now! Surprise, motherfucker! You motherfucker! 你嘎了吗？而我躲在厕所瑟瑟发抖，最终不敌对方两人围攻，即。好的，那么本期整活游戏视频差不多就到这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